下来呢，准备好了，让弟弟坐进来里面。来，开始了，让弟弟抓三样东西哦。哥哥，借过一下。哥哥，你借我妈妈过一下，到旁边。好。好，第一样手机呢，就到我们科技区喂。好，第二样词呢，就到我们设计师，我们不到设计师多点的设计师哦。好，第三样摄影机呢，就到我们摄影师，我们带导演。好，阿姨把的导演。对，摄影师哎。哥哥要抓吗？哥哥你喜欢哪三个？你最喜欢哪三个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三个。三个。第二个喜欢什么？棒球哦，哇哦，运动高手。还有一个呢？再选一个。手机啊，棒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